来这个续命参多少钱？5块。人家建议价才2块5，你卖5块？我不接受他的建议。那保证吧，下一赔三。好吧，5块就5块，但你得给我吃个辣条。一根2.5呢。你这买卖也不容易，不要了，这2个。给你，你就拿着。为什么又给我2罐？难道是辣条戳了我喉咙，赔偿我的医药费？能不能再把辣条砍了？不要钱了，送你了。干嘛？啊？老板。7块，好，10块。找你3块。不对呀，老板，3块不是3张吗？这怎么才1张？我再给你找2张。2张，这就行了哈。哎，老板。这2张不对呀，怎么1张大2张小？这2张不要了，你给我换一下。炸！啊！不行，那我就让2张哈。这下行了吧？哎，这回对了。哎，你不能忙拿了。哎，谢谢啊。东西都忙拿了。哎呀，这2个多少钱呢？这个2块，这个6块，2、6、12。我天天都来，这个月我都来了35天了，给我便宜点。这样吧，这个还是给你按2块，这个5块，2、5、10、10块。不行，还是有点贵，再便宜点。这个给你算4块，这个、还是按2块，24得8，8块算了。那行吧，来给你10块，找你2块哈。喂，什么？这我们家电话线卡了。健身宝多少钱？2块。那这个虚人参呢？也是2块。那我换一瓶吧。走了啊。哎，你等一下。干嘛？给钱呀。给什么钱呀？虚人参的钱呀。虚人参不是拿健身宝换的吗？给什么钱呀？你健身宝也没给钱呀。健身宝我也没用啊。行了行了，3块钱给我就完事了啊，别想套路我，我不想在这儿跟你扯。哎呦，他俩有长进啊。来，5块给我找钱。没这2下子，我开什么小卖部啊？找你3块。哎，胖燕，不是有零钱了？你有零钱不早说，在这跟我玩呢！来，这高兴给我5块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